是我们喜中国马上落地山东淄博的一家样板中心啊。这个办那个最好的车间已经给咱了，这个做成俱乐部。好，这个做成俱乐部，正好顺起来嘛，这个打个洞就过。崂山，青岛崂山，专门的停车场，能停平时停万辆车。车都是满的，这块地儿我们能用，可以做汽车中心。